健康科普动漫撸给你看。早泄治疗路上妖孽多，哪家医院好？谁是真专家？靠谱的医生在哪儿？度娘一搜，各种弹窗小广告，各种神医偏方，敢问路在何方？有的患者一头扎进黑诊所，有的整日找偏方问神药，捣鼓些什么印度神油、牛鞭、玛卡，钱没少花，还耽搁了病情。早泄在正规医院的就诊率为9%，也就是说，只有10%早泄患者在正确就医啊。我就是太爱他了，见到他我就激动。早泄根本就治不好，远离红尘，遁入空门吧。不相信自己有病，不好意思看病，不知道怎么看病，对看病没有信心，这四座大山共同把早泄就诊率压低到尘埃里。神毒君想说，早泄丢脸吗？不敢面对才丢脸，放弃治疗才丢脸。早泄治不好吗？科学治疗搞得定。